最近台湾实在是真无平静，一件阁一件社会案件一再发生，也造成真侪遗憾的结果。地主军人官警察局就马上密切规划，要伫咧县内实施大规模的人检，并且特别针对治安的重点场所来加强清查。今仔日县警察局也启动一项勤务，率先派出快打部队前往东乐市的电动警啊来人检，希望讲会当彻底预防暴力事件伫军人官发生。最近社会案件这么多，让人民的心不安定，同时也烦恼社会治安，不知道当时还会发生大事情。为了安定县内治安，加上暑假在到了，云林县警察局随即启动扩大人检勤务，希望讲彻底提升县内整体安全。针对目前社会上发生的多起的案件，这些都是骇人听闻，包括情人之间的家庭的暴力，还有社会街头暴力事件，我们来想。我们配合整个警政署的规划，我们要做密集的这个临检、路检的工作，希望能全面的在清查这一段期间青少年经常聚集的这个地方。真够早哦，麻烦姐，来稍等姐哦。代表讲在，扩大人检勤务启动的头一天，县警局出动快打部队，率先抵达市内重点公共场所进行清查。我们整合了整个警察局的一个勤务，包括分局、各派出所，还有我们的这个保大、我们的特勤警力，还有我们刑大的侦查警力。除了要防止暴力事件发生，警方特别针对舞厅、电子游乐场以及公园等所在加强人检以外，警方也结合大型卖场以及公共空间管理业者建立同步联络机制。经常性的，我们会不定时、不定点，我们会采取这些临检跟路检的一个勤务，最主要还是要稳定现在目前的社会治安。警方也趁机会呼吁民众，若是自身遇到危险，或者是身在危险的环境中，一定要适时向外界救援，或者是卡110、113专线寻求协助。记者陈怡伟，彰化报道。